两块多一斤，这款铁棍上刀削面呢，今天呢老弟就卖两块多一斤。我知道我这个视频啊，一旦发出就会得罪很多同行，同行呢你爱咋说咋说，我卖的心安理得。哥姐们啊，不要再去拍别家1409啊，给咱发5斤的铁棍上刀削面了。今天老弟这下单，直接给您挂一张1块钱的券啊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309啊，给咱发5斤刀削面，并且呢，咱家的款铁棍上刀削面啊，配料表干干净净，只有小麦粉、山药、食用盐还有水啊，这4样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它这个山药的含量呢是20%啊，配比呢还是非常高的。看一下咱家的款铁棍上刀削面啊，它就是中间厚，两边薄啊，它的口感呢就是爽滑、筋道又 Q 弹啊，嘎嘎好吃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呢，这高那高子，咱都可以去试款刀削面，因为咱家的款刀削面呢，配料表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烂码七糟的成分。它的口感呢就是 QQ 弹弹、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个口感，嘎嘎好吃。关键呢，今天的价格也是太合适了，今天老弟这下单啊，直接给您挂一张1块钱的券，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1309啊，给咱发5斤刀削面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哥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挂没挂成功，如果是1309啊，给咱发5斤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